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听从主的话，顺服主的心意，知足顺服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，可是虔诚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一出短影片，名叫《我的话》，讲到一个查甫囡仔，更加无一双正样的话，而予边头的人起笑。伊心中非常的难过。伊来到公园，看到长椅上坐着一位年纪甲伊相当的查甫囡仔，清茶体面正坐。伊真自卑地行开，伊坐放草地上，对着破鞋自言自语，觉得人生真无公平。伊偌希望家己会通变成迄位清茶正坐体面的查甫囡仔。安尼，伊看着目睭，念着我希望我会通甲伊一样。结果演上了一部神奇的角色对换，两个查甫囡仔的人生调换了。这时，迄个坐伫长椅上、清茶体面正坐的查甫囡仔，变成了清茶破烂的伊。但伊真正兴奋地骨走骨跳，而伊家己即时成为清茶真正正坐体面的查甫囡仔，却发觉着家己的腿是残废的。即时有一位妇人郎拄到一只轮椅到伊面前，当伊看到了伊的角色互相对换的即个查甫囡仔，兴奋地骨走骨跳。而伊呢，只好无奈何地坐着轮椅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毋通比较。有一挂人生出来就含着金汤匙来出世，但有一挂人出生甚至连爸母拢无，所以永远拢毋通欣赏别人的生活。你以为你无，可能你正行伫咧要得到的路上。你看到伊拥有真多，可能伊正行伫咧失路上。咱三甲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爸，你创造阮每一个人，拢有无相的长处甲短处，阮的背景甲环境也无相。但无论是贵贱、贫富，甚至有残废甲缺乏，求主帮助阮，毋通比较，也毋通欣赏别人而自卑，因为富贵无定着会快乐，残废也无定着无用，一切拢有你特别定好的旨意。阮要有虔诚的心，顺服、知足，甲靠你坚强，一定也会通幸福快乐，有丰盛的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